担任车评工作的我，每天上班其实都会试到各型各色不同品牌的新车。那每天上下班其实我也都会自己开车代步。那其实目前手上也有多部的爱车，那其中有包括有新车、有老车、有周末带家人三代同堂出游的七人座，也有属于自己周末晨跑的方卡。那当然要顾这么多台爱车，你是要付出一些心思的，例如帮他们找一个好的停车位啦。再来就是开车出门一定会遇到就是停车的问题哦。那我相信各位观众在停车缴费的时候应该有遇过一些小麻烦问题，也就是说你在开车要走的时候，在前挡抽走了你的停车单，往车上的口袋一插，或者是车上一个空间一放，时间一久或一忙啊，就忘了去缴费，等到收到罚单才发现想起来已经来不及了。那自从多年前我遇到这个问题，我就开始下载使用一个我觉得应该说是可以推荐所有开车行车族哦非常必备好用的一个 APP， 也就是车马吉。用了以后这些问题都迎刃而解了，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车马吉 APP。以我的工作性质来说，其实几乎每天都要开到车，有不同的情境。第一个就是我们常常要开着自己的爱车去参加各县市的一些记者会的活动，又或者是我们常常要开着自己的车去车商或是活动公关公司去签新车，然后进行一整天的大家看到我们试车影片的外景拍摄。所以常常一天下来，我觉得印象中最高纪录有可能 A 点 B 点 C 点不同景点拍完以后，累积了3到4张路边的停车费的通知单哦。那平常自己又有2-3台车在轮流交替的使用，你都要很小心哦，注意这个停车单缴费的问题。下载了车马吉这个 APP 之后哦，这些烦恼都完全不用再去担心哦。那其实下载使用非常简单哦，你就去 APP 下载完车马吉之后呢，用你的手机号码开一个账户，然后绑定你的车牌，你有2到3台车都可以设定车牌号码以及你付款的方式，也就是信用卡的资讯后就可以开始使用了。那你可以在全台湾以路边停车来说，15个县市，你可以设定自动扣缴，以后都不用再去收这个停车单了，到时间它就帮你缴掉，而且在不同的县市还有不同的折扣的优惠哦。所以像我们这种每天都会接触到路边停车缴费问题的，长时间累积下来，你不用再忘记缴费这样的烦恼，而且它的累积的折扣优惠也蛮可观的，所以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去下载使用这个功能。另外在选择使用私人停车场的时候呢，我觉得车马吉 APP 也非常好用哦。也就是说今天一个情境，我去某一个地方采访工作，我事前都会先拿出手机看一下这个车马吉 APP 它的地图图示哦，上面就很清楚标示周边临近有哪些停车场可以选择，尤其它会标出有支援车马吉的快速进出服务的建议哦。那你在这些停车场的资讯中，你就可以去做挑选咯。譬如说你今天可能开 MPV 比较大比较高，你就要挑比较限高安全的一个停车场，或者是有些人就是不喜欢停机械停车位，那你就选平面停车场。另外你从这个 APP 上也可以看到所属相关停车场，很重要的就是停车的费率，一小时要多少钱啦。所以如果你是精打细算的小资族的话，这个资讯也可以好好的参考。那目前车马吉 APP 就支援全台超过1000家的私人停车场都可以使用，像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在我们公司旁边，它就有支援车马吉的快速进出的服务哦。那你进出的时候当然很便利，进来就是直接透过车牌，它辨识就会开闸门。那离场的时候最方便，我最喜欢的就是一方面你不用担心身上有没有足够的现金零钱去缴费机过卡，或者是你赶时间有3-4个人在排队缴费，真的还蛮麻烦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功能真的太棒太好用了。那你如果是全新下载注册使用车马吉 APP 的话呢，它原厂就会直接提供你停车时数的折抵。除此之外，你绑定信用卡付费的话，你原本信用卡公司提供你的停车折抵的时数也都可以同步享有哦。所以你说是不是非常好用呢？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很多车马吉停车相关的优惠便利服务哦。除此之外，其实车马吉 APP 它也有支援加油站的
快速支付哦。那使用的方法一样，你下载 APP 以后，绑定你的车牌相关的信用卡资讯之后呢，哦，你在到了你的支援的加油站点之前，先跟加油的服务人员打声招呼，跟他说你要用这样的一个支付方式，你就在加油完之后，很快就可以直接开车离开，非常的便利好用的一个方式哦。那最后当然也要给大家几个好康的优惠哦。第一个就是赶快去下载车马姐的手机 APP， 然后绑定你的车牌信用卡资讯。如果你是初次使用、初次绑定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哦，在它的优惠券里面输入序号，就可以当场获得200元的停车金，很棒吧？除此之外，你在看到这支影片的时候，也记得去我们车水马龙网脸书的粉专下面发文，下面的留言区公开你的贴文，哦，留言 tag 你三位好友，就有机会抽中哦。这次车马局也另外会给我们1000元的加油金哦。所以你想要有免费的加油金跟停车金吗？赶快去下载车马局 APP 喽！